去年就写的东西，其实在然后可是一直没有拿出来编曲做更完整，那所以第一张专辑都没有放，那很刚好它刚好就结合到我第二张的主题，可能老天爷自有安排这样，还好我可以凑了几首以前的歌
那这首歌也是有它的一个故事啊，它是就是我们在台中有一个和普农学士基，然后那里有一组农友，就他们是夫妻档，他们是种有机的食用玫瑰，对，有机食用玫瑰，对，可以吃哦。他们那个果酱是真的用玫瑰花瓣去弄的，就是超屌了，这样就觉得啊，其实台湾农业也是很屌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台湾农要属于西方的啦。好，那其实他们在去年年初，然后就遇到一个状况，因为他们是其实，在埔里的流棉里，对，就埔里那边，对，五米那有个五米山了，流棉山，他们流棉山下，那因为他们那边其实那一块地很大，大概一两家有，然后全部都是埔里那个山下的人，他们其实跟政府承租的，他们是国有地啊，可是就是很长久下来就是农业用，然后承租给这些农民这样。那就很突然的，他们就其实一样，每年都要有一次合约要承租，可去年也租了，就是很同意的这样也租了这样子，可是突然就在不知道三月还是四月，就突然他们就接到一个公告，这样乡公所来的公告，就说哎，这他们不租了，就不租了，突然不租了这样，那就是说有一个月的时间，那你们弄好清除地上物还给我们，可这个是一个多恐怖的事情啊！对，多恐怖的事情啊！这个比被裁员还惨呢，你被裁员还不会赔钱，你那个东西你要清除地上物，你现在不会挖这些井这样子，然后你突然就再也没有收入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样子。那后来他们就去问了一下，就去找一些关系去问一下，就发现哎，原来是有内幕的，就那个工厂的附近就是有一个多喝水工厂。对，味丹多喝水的工厂，他们在现在大家看味丹的那个厂址下面都有，尤其就在那边，他们要扩建啊，就需要扩建工厂这样，所以他们就决定不租给农民，要让工厂去用这样子，哇，反正就是太恐怖了一件事情。那当然，我们就是经过了一些过程啊，就是我们一些人去那边也那次抗争，也是一些反正一些活动。然后又请了，可能那时候好像也有田秋瑾立委，对，他来帮忙这样，然后找了一两个律师去帮忙这件事情去处理，就这个东西就被压下来了，对，就被压下来了。那我那时候就写好这首歌，然后就发现，哎，事情被压下来了，我就没钱了。对，可是后来觉得其实还是得要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唱出来，因为。这种代际只会越来越多，不会越少而已。对，然后刚好就符合到今年的专辑的东西，我就拿出来再把它编一次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它是去年写的歌。等一下好。